今天打一个红牛罐啊。远距离有个气球啊，它能飘的移动的啊，只能来几发远距离的。哎，得，是不是首发？是。别说话，是不是首发？没毛病。没毛病。神蒙。主战啊，下午发走啊，打几盘啊？打工币了，圆满结束啊！好了，下午发，打工币的就发啊，必要了。